彰化县的疫情有豆豆缓和下来现象，但是警方又完无来放松，何必警分局继续伫咧辖区内底加强稽查？再度时代发现有民众违规群聚拍麻雀，又搁啉烧酒，而且拢无挂嘴安。警方现场时代开出特张的稽查单，以传染病防治法函请县政府处理。最近彰化疫情有小可受到控制，但是警方又完唔敢大意。河尾警分局继续加强辖区内查缉勤务，再度查黑民众违规群聚拍麻雀，而且现场六个人拢无挂嘴安，马上开立六张单，函请卫生局再发。河尾警方昨20日接获情资，在河尾镇建东路一间民宅，查获屋主林朗在那喝酒，而跟五名友人一起群聚打麻将，而且都没有戴口罩同住一室，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跟卫福部公告的群聚规定。本所到场后，依法函报县府裁处。警方在此呼吁，国内疫情尚在严峻之时，民众应该减少外出，尽量克制，切勿有群聚或违规群聚的情形发生，避免以身试法，得不偿失。警方指出，国内疫情也被民众化，为着家己甲大家健康，呼吁乡亲配合防疫，卖以身试法，甲家己的钱袋啊过袂去。多彰化新闻叶宏武、何美彩虹报道。